冯熙东交私宅，殿下见信速来。东岳，吩咐下去，召集人马，赶往冯熙东交私宅。是。撤！撤！中尉，我们蛰伏了这么多年，为的就是今日。 你们等待本侯发号施令，便就此起兵，杀入京城，兵舰圣上。侯爷威武！这条路我们只能往前走，没有任何退路。诸位有谁要是反悔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提出来。誓死追随侯爷！好，等本侯办完了这场婚事，便立刻起事，剑指皇城。杀入京城！杀入京城！ 相爷，吉时已至，还请出来行礼吧。走吧。 相爷再不来，就要误了吉时了。侯爷雄心壮志，恐怕早就已经备好了人马。冯熙就算误了吉时，也不敢误了侯爷的大事。嗯，相爷果然精明。行，那就拜堂吧。
지바이 텐디. ，你我曾海誓山盟，说非我不娶，为何转眼又要娶李易容为妻？你不是说跟我一刀两断了吗？今日我与雨柔成婚，与你何干呢？你花言巧语令我倾心相待，转眼又要与这个女人成婚，我绝不答应。什么叫这个女人？我跟相爷本就是一对，是你突然出现勾引相爷，一次又一次把相爷从我身边抢走。 既然是我们大婚的日子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冬月，我不想与你多费口舌。今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快走！我不！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今日，我必须把你带走。慢着。 今天是我义女和冯相大喜的日子，这来的都是客，哪能说走就走？陆恒，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不宜借钱。爹爹，你帮我杀了冬月，我立刻就可以给你玉玺。今日谁敢杀冬月，这个婚我就不结了。玉玺就在这里。 玉玺呢？ 我恨你，我恨你的冷漠，恨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知道珍惜我。可是不管我多恨你。 我都无法做出背叛你的事情，放心，你放心，不该给的东西，我不会给。真是活腻了，跟我玩！来人呐，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 雨柔姐。
你别说话，我先替你止血。 我只是想要一场婚礼，一场属于我们的婚礼。别怪我，别怪我。我不怪你，自从你救我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是我的亲人了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 是你和冬月，可我还是有了这幅画。我死之后，你要将它妥善收藏。你答应我，我答应你。 玉玺到底在哪儿？没有玉玺，他们都没有活的理由。我知道玉玺在哪儿。冯熙，千万不能交出玉玺。现在只有我知道玉玺在哪儿。你放过他们。 带你去。侯爷，冯熙此人诡计多端，他的话不可信。自从我来到四宅，我的每一步棋都被侯爷算到，我已无力回天。我交出玉玺，是想求你保住我府里众人的性命。我愿意退隐山林，不再妨碍侯爷大计。冯熙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你别去。小叔，相爷。 听话，好好保重。冯熙，别耍任何花招，否则他们都活不成。别耍什么花招。 侯爷，先别着急嘛。
你一定埋下手术救出来，我知道你为了成全我，为了成全天下，选择放弃复仇，跟他们同归于尽。但是，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这一切的。 天下所有人都当做你的棋子，我也不例外。但是你忘了，我是一颗不听话的棋子。我乐此无悔，永不回头。是你让我尝到了举棋不定的滋味。 为了你这颗棋子，我愿意垫付整盘棋局。被你利用也好，被你当做棋子也罢，能跟你一起走完这一局，无悔。但是这盘棋好端，只能陪你走到这儿，我不甘心。是啊。 但是我很幸运。
儿玉，我要救方心。儿玉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，你都不让我看到你的脸？我的脸早就已经被毁了。你的脸。 再一次回来，成功阻止了定远之乱，为何还要再次穿越？因为冯熙已经死了，你死了，我不要你死。我既然能阻止定远之乱发生，我一定能改变你的命运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阻止战乱和拯救我，你只能选一个，这就是宿命。 可即便这样，我一定要救你。我要和你一起改变宿命。二月，你帮帮我，你帮帮你自己。这玉帝的灵力可以再次送你回去，但这灵力也有穷尽之时。这是你最后一次回去。 而且这次，你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就算是付出一切代价，我都心甘情愿。第一次，我遇到了冯熙，爱上了冯熙。可因为不相信冯熙。
我最终没能阻止战争爆发。第二次，冯希忘了，当我们还是相爱，他用生命为代价，为我阻止了战乱。我曾以为。 我最想要的是阻止战乱，但我现在明白，我最想要的是冯希。 玉玺到底在哪儿？没有玉玺，他们都没有活的理由。我知道玉玺在哪儿。冯熙私宅的布置我最清楚，你把冯熙他们放了，我带你去。冬月，你不要乱来，你根本不知道在哪儿。玉玺在哪儿，只有我知道。陆远同，冯熙诡计多端，我想你也清楚。 住手！陆远同，你大逆不道，一通谋反，还不把东岳放了，束手就擒？就凭你？侯爷，太子的人是虎骑营，看来皇帝准备出手了。
咱们兵法上面机械不一定完。东远。 杜远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哎呦呦，殿下，殿下恕罪啊，殿下开恩呐，家父他，呸！陆远同这个逆臣谋反，小人从未参与啊，小人只管吃喝玩乐。 对啊，对天下大事什么的从不关心，一无所知。一无所知，你还能给冯熙送降书啊？这个小人只是听命行事罢了。这么说，你不光是个傀儡啊，还是个废人。哎，那你活着干嘛？啊！哎，不是，殿下饶命啊，殿下。 小人确实知道家父暗地里干的那些坏事儿，但是那些所有的事儿全都是被冯熙所报的。笑话，冯熙他再狡诈，他也没这个能耐。不是，殿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冯熙真正的身份是名家的余孽，是流落民间的二皇子。哎，此事李玉柔可以作证。 他还曾向家父出示过冯熙所藏的玉玺印记呢。李雨柔啊，死无对证，你怎么说都可以。哎，不是，殿下，这个，您想，冯熙为什么对降书如此在意啊？为什么这么卖力的为名家翻案？小人跟家父只不过是冯熙手中两枚棋子罢了。我现在问的不是冯熙的事儿。 不是殿下，冯熙才是一心想夺帝位的人，他才是您的敌人。掌嘴，打到他不能说话，再把他押回去。哎，不是，殿下饶命！殿下啊！先把他关到御风阁，我自有安排。是。听闻三殿下自幼丧母，是名贵妃抚养长大的。 难道对明家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难道真的相信明家通敌卖国吗？若不是你的处处猜忌，我和文大人、何谷演这出贪污被贬的大戏，本爷被贬，一来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二来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拿到降书，再借由你的手交给陛下。今日的事，确实是我不说不中，但杀门夜的人，绝不是我。 星耀，要是朕说明家旧案理当尘封，追查旧案者杀无赦，你当如何？儿臣原先不明白父皇的苦心，如今蒙父皇亲自点拨，自然是遵从父命，一切。 为父皇马首是瞻。好，这才是朕的好皇子。<笑>参见殿下。辛苦了。这些是东岳命小人打理柔夫人后事，这些都是柔夫人的遗物。他还是那样大度。 此事李雨柔可以作证，她还曾向家父出示过冯熙所藏的玉玺印记呢。
你是不是又动用了御敌的力量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私宅的机关只有我知道，但你去引用路远通去触发机关，除了御敌，我想不出第二种方法。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逆转时空，必定是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东西。是地缘之乱又爆发了吗？不是。 那我倒要看看，除了这件事情，还有什么事值得你动用笛子的力量去逆转时空呢？我想要你活着。你不想知道？ 你是怎么死的吗？不用想，一定是为你而死。